三殿宋帝王主掌大海之底东南方玉蕉石下的黑醒火地狱。这个地狱宽广500由旬，亦另设16小地狱：咸老小地狱、麻环加柳小地狱、川勒小地狱、铜铁刮面小地狱、刮枝小地狱、咸鸡心肝小地狱、滑眼小地狱、铲皮小地狱、药竹小地狱、拔手脚甲小地狱、吸血小地狱、倒吊小地狱、分雨小地狱、追住小地狱、激失小地狱、刨心小地狱。如在阳世时，曾犯以下罪恶：一、不念国君的恩德，不以人民的生计性命为重；当官有地位的时候，领受国家俸禄，却不尽忠职守，不顾恤人民的生活；读书人或平民百姓，见利忘义；二、身为丈夫的人不行道义，身为妻子的言行不柔顺；三、身为养子养女，受长期养育的恩惠，等得到财产立即忘恩负义，离弃养父母回去生父生母身边归宗的人；四、容人或受人之托办事，却辜负背叛职员或基层士官兵，背叛主管或长官；五、犯罪入狱，却越狱潜逃，或者在押解途中逃走，以致连累了曾经具名廉保的官差与其亲属，经过长时间逃亡，却不幸忏悔，虽然事后多做善事，仍然要发入地狱受诸苦刑。六、为了讲究风水的年运，以致阻止丧家出殡埋葬，令死者不得入土为安，造坟挖土时看见地下埋有别人的棺材或尸骨，却不马上停止换另外的龙穴，以致损伤他人的尸骨。七、为人管账，偷窃流列的金钱粮食，为业主办事，却伙同同事诈财。八、不祭扫祖坟，使其遗失踪迹。九、引诱他人犯法，挑拨是非，教唆打官司，伤人和气。十、写匿名信黑函污蔑别人，捏造公告文章，毁损别人的名誉，捏造退婚的字句，以帮人解除婚约。十一、出伪造契约，来往书信，以诈取别人的钱债券，却没有注销，随便伪冒别人的签名式样，伪刻别人的印章，用以添加删改账目等等，让后人受害。以上事件有违犯的，查对事情的轻重，派大力鬼先推入大地狱受苦。另外在依所犯事情之类别，配入小地狱受苦。受刑期满，再转介第四殿，加重刑罚，收入地狱。世人假若能于二月初八三殿宋帝王圣诞日发誓立愿，今届永远不再违犯，死后就准转发其他福地，不用入地狱受苦。刚刚有提到一些未能尽忠职守、贪赃枉法的恶行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则真实故事。这个是民国初年在上海人尽皆知的奇闻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程某是一个官宦人家，家里面很富足，他在上海去世了，他的太太念夫心切，整日伤心哭泣，想同夫君再见一面。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识鬼通的法国人，能够将新死去的鬼魂招来同家人见面谈话，
于是程太太请他到家里做法事，晚间在客厅里面设好坛，将电灯一熄，法国人就在里面滔诀念咒，大约有一个钟头，电灯完全又开了，但是就没有见到鬼来。唉，这个人好难找，在阴间找了半日我都找不到，后来见到他在地狱里面，无论怎样叫他我都叫不到他出来。你这个鬼佬真的懂得呃人啊！我老公一世人乐善好施，起庙修桥不升天就够冤枉了，为什么反而落地狱呢？你这样不是故意侮辱我们吗？那个洋人因为拿不出证据来无法辩驳，白白受了一餐气。好啦，如果你可以令我找到生死的人，我可以同你找你做个证明。哎，咁啱程太太有个仔在妓院里面死了冇几日，于是洋人重新登坛作法。你一次登坛冇几耐，鬼就嚟啦。你是不是阿言啊？是啊，一啲都冇错。你喺阴间点样啊？因为我啱啱死冇几耐，仲系属于疏散鬼，未受拘禁。过几日恐怕一点名就要受拘禁啦。我在生嘅时候，成日花街柳巷、吃喝嫖赌，唔做正经事，做下呢种业，觉得好对唔住你啊。而家我已经行到呢步田地，亦冇办法，除非你哋能够行善布施、念经超度我。在我件衫入面仲有一张支票，你可以去银行拿出来，屋企嘅事你多费心，要好好照顾个仔啊。工人去衫里面找一找，果然在袋里面有一张支票。这个时候鬼都喊了，家人又喊了，哎呀，搞到客厅里面一片哭声啊。最初请我哋父亲，佢点解唔嚟啊？听讲佢已经去咗地狱啦。你父亲一世人行好作善，修建佛寺，写茶写药，广行布施，佢有乜嘢罪仲要落地狱啊？因为父亲原先穷困嘅时候系不经做官，有一次山西嗰年流年唔好，闹饥荒，皇上派佢去山西赈灾，国家发咗600,000两银两嘅赈灾款啊！父亲违法贪污，全部中饱私囊，因此饿死咗成千上万嘅人。后嚟朝廷又派专使去调查，我父亲行贿咗20,000两银两，将呢件事情就掩饰咗佢，因此罪孽太大，所以到阴间冇几日就转去咗地狱啦。你父亲一世人做的善事都不少啊，就算有罪的话，将功折罪亦不至于落地狱啊。他的功固然有，毕竟抵不过他的罪，有功德将来可以上天去享福，那又是一件事。而现在所欠的这些成千上万人的命债，还是要先去补偿。善恶因果的关系真是错综复杂啊！这样的话，我要花点时间细心计下这一生的功果，看看应该忏悔几多罪行，做几多善事，才可以免去死后的刑罚。人有九算，天有一除，真心忏悔才有用啊！如果恃着有些世间的聪明，就可以权衡自己果报，或者以为读诵几本经典就可以引待菩萨的羽翼下而逃过阎王法眼，那就真是愚不可及啊。不过善行是必须，因为行善所获的福德好比柴薪，累积足够的福德之量，才能够升起智慧之火，照破无明黑暗。
帮助我们远离恶缘和恶境，这个才是正知正见。